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简单的扩胸运动，透过吸气让肺部扩张。第二招教你腹式呼吸，增加腹内压。屏气凝神，来，吐气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长辈们跟着老师一起动起来，放松完肩颈肌肉，再按摩脸部肌肉，刺激口水分泌。不少人年纪大了之后，不止牙口不好，还容易有咀嚼吞咽的问题。牙吞咽会有困扰，会容易呛到，呛到就会变成吸入性肺炎，所以这个对那个非常有帮助。深呼吸再吐气也能训练口部肌肉，这套由牙医师工会邀请了职能治疗、物理治疗、语言治疗跟皮拉提斯等专家编的异口同声操，共有10个动作，搭配口诀简单好上口，可以预防口腔衰落，并增强咀嚼吞咽能力，让国人不止长寿，也活得更健康。